飞扬，你咋没去啊？我不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最刺激的。是吗？你听这尖叫声，这个、没有停过，就没有停过这个尖叫声。这船忒大了，我的天哪！你去吧。天哪，这都属于刺激类设备。我觉得躺那儿应该会不会好点？就闭着眼睛，就静静的等待它快点结束。吓人了！好，结束了。